开始了哦。水调数声持久天，好，来看一下哦。水调，这样哈、哦，这样哈、哦，哦，水这么多怎么办？来，就是水多就是要有大雨来治水。好、哦，有没有？嗯，哦，这个时候，水调数声。好，来拉过去哦。好。好。再来拉过去，苦醉醒来愁未醒，苦醉好拉过去，去哦，好，愁，这个会不会写太低了？好，等一下注意一下就好啊。愁未醒来，愁未，哎，愁未醒，写错字啊？醒着愁未醒，苦醉醒来愁未醒，怎么这样子呢？苦醉愁未醒，怎么都是醒？这样对不对？翻过来，愁未醒，啊，拍我写太低了啊，要不然你等一下拉高。再来是送春春去几时回。春春去，好，拿过去哦。明晚见，明晚见山，明晚见山有景。好，这个词啊，有时候会短短的。好，拿过去。明晚见。山有景，这个再拉高一点。哦，山有景，再来是往事，往事后几空寂响。
好。沙上病情池上人，好，后日来哦，来过去越来。好，我就来。重重帘幕蔽遮灯，好，拿过去。好。风不定，人初见。二十年久，好，好，过去。
好。好啊。有几个字没写完啊？明日若红应满卷。那我就写小小的就好了。嗯，画到了。好，先按暂停可以。好，水调数声持九听，对不对？持九听啊、嗯。然后午醉醒来，愁未醒。送春春去，几时回？林晚静，伤流景。往事后起空寂醒，沙上啊、哦，两点在上面，一点在下面。病情池上明，病情就是两只什么鸭在一起的啊、哦。池上明，云破月来花弄影，啊、哦，重重帘幕密遮灯，风不定人初静。还有下面还有五个字，明日落红，六个字，应满径啊、哦。然后你可能可以写满一点，上面再写满一点，哦，那自己大大小小自己调配一下。有的时候，如果人太老实也不行，因为什么？你明明已经重新改过那个字的那个位置了，你还一样大小。没有配合他的大小，这样会，跟原来的作品或者是他的意境没有配合，不好看。所以稍微再把它做一个调配，哦，不能太老实，哈，哦，大概就是这样。然后有些部分可以稍微夸张了、啊、哈，哦，像那个树生的树啊哈，哦，还有一些草书，稍微夸张一下。大概总之啊，草书的部分。这只是个样式，那你有些部分可以自己再发挥的哦，再发挥一下没有关系，好不好？那有的，比如说有的草书那个意境写不来，就改成行书，或者这个行书写的不好看，你写了很久写不来，你用草书来替代一下试试看，哦，那你慢慢再经过这样的尝试改变以后，慢慢就变成你自己的风格了，哦，你如果永远都不改，永远就跟着字帖走或者跟着老师走，可能也不见得多好。哦，好不好？大概就这样 ，OK。开始啊、哦！水调数声持九听，好，来看一下啊、哦，水调，这样哈、哦，这样哈、哦，哦，水多好怎么办？来，要是水多，就是要有大雨来治水，好，怎么样？嗯，哦，说实话。水调数声，好，来拉过去哦。好，好。午醉醒来，愁未醒。午醉，好，拿过去。好，拿过去哦。好，愁，这个会不会写太低了？好，我再注意一下吧。好，愁未醒来，愁未，哎。愁未醒，醒啊！醒着愁未醒，午醉醒来愁未醒，怎么这样的呢？午醉愁未醒，怎么都是醒。
这样对不对？翻过来，丑未朽。好，太低了，好，再往下拉，好。再来是仲孙春去几只尾？好，春去。好，拿过去哦。林婉静，林婉静三，林婉静三国景，好，那纸哦，你说会短短的，好，拿过去，林婉静，好，好，这个太像了，就有点，三国景，就再大高一点。张有景，再来是往事，往事后景空气响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沙上变景，池上景。好。林宝一来吗？去越来，好，好，好，重重林木，绿遮遮。好，好，好，看，风不定，人不定，啊，别走，好，好，好。好，有几个字没写完吗？明日若红应满殿。那我就写小小的字。画到了，好，先按暂停可以。好，水调数声持久听，对不对？持久听啊、哦。然后午醉醒来，愁未醒。送春春去几时回？林婉静，伤流景。往事后起空寂醒。沙上啊。哦，两点在上面，一点在下面。病情池上明，病情就是两只什么鸭在一起的，啊，池上明，云破月来花弄影，啊，
重重帘幕密遮灯，风不定人初静。还有下面还有五个字，明日落红，六个字，应满径啊。然后你可能可以写满一点，上面再写满一点，好、哦，那自己大大小小自己调配一下。有的时候，如果人太老实也不行，因为什么？你明明已经重新改过那个字的那个位置了，你还一样大小，没有配合它的大小，这样会跟原来的作品或者是他的意境没有配合，不好看。所以稍微再把它作为一个调配，哦，不能太老实，哈，大概就是这样。然后有些部分可以稍微夸张了哈，哦，像那个树，树身的树了哈，哦，还有一些草书，稍微夸张一下。大概总之啊，草书的部分，这只是个样式。那你有些部分可以自己再发挥的，哦，再发挥一下没有关系，好不好？那有的，比如说有的草书那个意境写不来，就改成行书，或者这个行书写的不好看，你写了很久写不来，你用草书来替代一下试试看，哦，那你慢慢在经过这样的尝试改变以后，慢慢就变成你自己的风格了，哦，你如果永远都不改，永远就跟着字帖走或者跟着老师走，可能也不见得多好。哦，好不好？大概就这样。OK。